未满18的小鸡鸡请回避哦。小栗子饭没啊？吃了，翠花姨，你脖子怎么了？被狗咬的。啊，那你打针没有？会得狂犬病的。打了，当时就打了。美女，留对象没啊？还没有呢。还好我有。老婆，问你个事，说吧。你当初为什么选择嫁给我的？我表弟在澡堂上班的时候给你搓过澡。阿狗，你这头发哪剪的？这么挫？住家地主的还发型啊？有那么挫吗？你说呢？是我都不敢出门了。没事，我女朋友喜欢就行。好，24块，要来几颗黑子弹吗？不用，他没那么丑。咪咪，最近忙啥呢？忙造人呢，跟阿狗结婚这么多年都没孩子，今天去算一下命。大师说得有贵人相助才行。那就好，加油哦。对了，铁蛋哥，你还记得第一次见我的时候穿什么衣服吗？啊，还真给忘了。你还真是贵人多忘事。